王小师，如果今天你能比我先到学校，我就叫你一声爷爷。啊，一言为定，你就准备好当孙子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哟吼，这是我家的超级跑车，踩一下油门就能冲。我早就料到了，所以把你引到河边，我看你的跑车怎么过河。你的跑车切换油出方式比你的船快100倍。别得意得太早，你看看前面是什么。我先走一步喽。表演真正的技术，切换直升机模式。怎么可能？还有更刺激的呢，切换宇宙飞船模式。我先走一步了，拜拜。2000 years later。今天最晚到学校的是马小乐。爷爷。哎呦我的妈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？